我斩妖除魔，我脚踏祥云，我扬名立万，我的。一切不该是这样的。你已经无路可逃了，俯首认罪吧。老夫还没有输。这老家伙居然自己了断了。不，他没死，或者说白月还没死。灵儿妹子，还好，应该只是灵力消耗过度晕倒了。赶紧离开这鬼地方，让灵儿好好休息。